我要去荡秋千啦，最喜欢荡秋千。佩奇佩奇，快点过来啊！过来过来，不能玩荡秋千。为什么？可是我喜欢玩荡秋千啊。佩奇，误会爸爸了，这块的秋千坏了，你在这看着，不要让别的小朋友玩，要不会受伤哦。爸爸呀，去拿个工具过来修一修。好，知道了。诶，佩奇也在呢，我们一起玩荡秋千啊。我要上去喽。哦，苏西快点过来，爸爸说那边的秋千坏了，现在不能玩。是这样啊，那我改天再来玩。佩奇再见。小妹妹送我的浪呢？哦，佩奇也在呢，我们一起玩荡秋千啊。哦，白雪公主快点过来，快点过来，不能玩荡秋千，那边坏了，我爸爸说修好才可以玩，要不会受伤的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，那我改天再来玩吧，谢谢你佩奇。嘿嘿嘿，佩奇，爸爸回来喽。爸爸搬了一个桌子，个儿太低了，够不着。哎呦，来吧，把这边挂上。好了，秋千修好喽。爸爸你慢点。好。哎呀，好了，佩奇玩秋千去吧。好耶，摇啊摇，摇啊摇。